天找早餐吃，打包这间小曼饺子馆的饺子回来吃，有饺子跟猪肉饭。饺子大餐，吃饱后找个地方散步。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间鬼教堂是在雅罗斯达，这间这个就是这个鬼教堂的名字。在打嘞一个的币，晚上会开电灯。下一站是个晚餐。看见这间十全十美，它是吃西餐跟中餐厅，还有的喝酒的一间餐厅。晚上的风景又不一样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